正在下流生活，快要发疯，现实清醒之后又是数不清的 trouble。 是我轮在美国，只喷着烟火，夜晚就近的山刀手呼唤着我，在地底下起劲着拼命要走起我，记住那感动着跪着下起劲的境界，要是超越卑微，把天花板打破就带上我的嘴，是世界的王位，我们猜感恩那那是不该，就是爱我们 fly， 爱上好马才是我的 style。 Ride with me， ride ride with me， 跟上好马， ride ride with me， ride with me， ride ride with me， 跟上好马， ride ride with me。这次的活动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印象深刻的地方？规划的很完整，然后规模也很大，应该是这几年来最大的车具活动。就想要来看一下其他改装车，就是他们改装怎么样。我想要看就是我自己的车跟别人的车就是差距大概在哪里这样。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就是看到很多很漂亮很顾得很好的一代进站，所以感觉到很舒服。对你而言，进站是一个怎样的车子？生活中的伙伴。因为它是一个蛮多年轻人会选择的项目，所以又觉得它好看就下手了。我们骑帅不骑快，就是不可或缺啦。然后代步出游，啊，带另一半也都非常适合。进站好车，进站好改，配件多。骑进站一定要改啦，不改不行。一直都觉得四代很爽，改起来就对，改下去就对了。稍微改装一下就很。帅了，原厂的前避震就不错了，帅，六代就是帅。哦，因为它是水冷，它改起来的话，感觉会超出我的预料。